明明没有听过，可是我在梦里面一直听，还有一个男的跟我一起听。黄宇轩，生日快乐。我好像跟他已经认识了很久很久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我是陈韵如，真的很像哎。你真的不知道事情的经过吗？7月10号的意外，你真的都不记得了吗？我是黄宇轩，来自未来3年以后的黄宇轩。这一卷就是让你回到过去的录音带。他想你了。只要能够改变未来，只要他可以平安的度过今天，其他都不重要了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。我从来都没有放下过他。因为想见你的念头，无论相隔多远多久，他都会带我去见你。我们的相遇好像早就注定好了。